第四十题，带电量正大 Q 的假金属球与带不同电量的金属球在不同距离时，两金属球间的静电力大小关系如下表。依据此关系，若假球距离带电量正是小 Q 的金属球 6R 时，其静电力大小为何？那么这其实就是要用表格来告诉我们库仑定律跟电量乘积成正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我们从表中看到，当我们的电量变两倍的时候，力量就变成两倍，我们的电量变三倍的时候，力量就变成三倍，但是当我们的距离变两倍的时候，我们的电量就变成四分之一，然后平方要反比，然后呢距离变三倍的时候就变成九分之一，然后平方反比。所以当我现在呢变成我原来是 F 的时候，当我变成正式小 Q 的时候，那我的电量变四倍，所以就变成 4F。 那距离变成 6R 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6还要平方啊反比，所以就变成36分之 4F， 也就是9分之 1F。 所以我们现在的静电力大小是9分之 1F。 第40题问我们说其电力静电力大小为何，我们答案选的是猪9分之 1F。